23日20时接获一名女子报案，称遭前男友跟踪骚扰，警方查询该男子同时有枪炮及毒品通缉，并发现其驾驶车辆正停于本所对面巷口。原警前往盘查时，该男子见状驾车逃逸，本所原警即兵分两路搜寻该男子行踪。随后原警在兴安路二段142巷口发现该男子车辆，即以巡逻车拦截。据料该男子先停车假意配合，趁同人下车之际突然加速行驶逃逸。原警见状立刻以警棍破窗并朝内喷辣椒水，过程中车轮压伤一名原警的右脚，并造成另一名原警右手遭车辆破裂之玻璃割伤。为避免该男子造成更大伤害，本所原警共计朝该男子车轮开枪及八枪，欲制止其冲撞，但仍遭逃逸。本分局特正扩大调阅监视器追查中，另两名受伤原警经送医院治疗无生命危险。